接下来我们要上的是常见的元素，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一些常见的元素，它的一些性质或什么什么之类的，就麻烦你把这些内容记下来。第一个要介绍的是非金属的元素，一个叫碳，有机物里面都有碳，就是下学期的重点。有机物就是含碳的化合物，叫做有机化合物。有机物里面都有碳，碳有不同的方式。我们国中的重点放在前面两个，一个钻石，一个石墨，它们都是碳元素，但是结构不一样，所以它们叫做同素异构体，或者是同素异形体。意思就是同素相同的元素，异构不一样的结构排列方式，不一样排列方式，因此它的性质会有所不同，有所不同。OK。叫做同素异构体，同素异构体，相同的元素，但是排列方式不同。我们国中的重点放在钻石跟石墨。C60讲义有图，就看一下就好。同素异构体就是相同的元素，但是组合的数目或排列方式不同。比如说氧跟臭氧，氧是两个氧原子，臭氧是三个氧原子。比如说红磷跟黄磷，我大会简单带过去，这个国中现在没有教了。所以像这个，我们最左边叫石墨，它是层状排列的，排一层一层的。中间叫钻石，钻石是立体网状结构的，立体网状结构的。还有那个就是 C60氟或者巴克球或者什么之类的，它就是60个碳原子结合成像个足球的样子，足球样子叫做 C60巴克球，所以它就构造排列方式不同，因此它的性质有所不同。记住啊，钻石有最坚硬的物质，自然环境中最坚硬就是钻石、金刚石。纯净的钻石应该是透明无色的，会因为含有杂质会变成什么蓝钻啊，或什么之类的，会不一样的颜色出现。石墨就是黑铅，俗称叫黑铅，铅笔里的铅就是黑铅，就是石墨，所以铅笔的铅笔芯是石墨做的。刚才跟各位讲过一个重点，唯一可导电的非金属元素叫做石墨。我告诉你要写石墨，不可以写碳，因为碳有很多种，是石墨会导电。然后呢，在国三的时候告诉他做干电池的正极，干电池的正极就是所关于碳的部分。还有活性碳，那个有养鱼的家里面常会买一些活性碳。活性碳有很多多孔，因为多孔所以很适合来吸附一些杂质，所以可以净化水质、净化空气。你们家如果有滤水器的，里面都会放一些活性碳，活性碳。口罩的有些是活性炭口罩，就是用它来帮我们过滤的空气，它很多小孔，很多小洞。OK， 再来这个知道就可以了，细节我们不教，就是整个影印机的详细的原理我不提，我们只告诉你它是利用静电的原理，国三会再讲一次静电的原理。然后呢，静电把碳粉吸上去，然后热一压，它们就会出现你要的那些痕迹，那些痕迹。所以这就是影印机是用所谓的静电。以上是有关于介绍碳的部分，碳的部分了解一下。活性碳重点要放在那个同素异构体，钻石跟石墨是相同的元素，但是构造不一样，所以性质有所不同。石墨是唯一可导电的非金属元素。硫磺，所以硫什么颜色？黄色的脆的固体啊。我们台湾的温泉火山经常都有含硫，所以你会闻到一股味道，有一股味道，那就是硫的化合物的味道。喷气孔里面出现一些黄色的粉末，那个渣渣就是硫。然后呢，这个在下学期会再讲一次。我们在那个天然的橡胶里面加了硫之后，会增加它的弹性，会改变它的一些性质，使它变得比较可以用。否则天然橡胶很难用，然后还可以来做火药、做硫酸，做硫酸 ，OK。然后呢，刚才讲过的，这个是我们未来会提到的一件事情，
有二氧化硫应该是没有颜色，但是有刺激性臭味，这个我们讲过有没有？硫烧完有二氧化硫，有臭鸡蛋的味道 ，OK。然后呢，二氧化硫溶于水会变成什么东西？二氧化硫溶于水会变成什么东西？这个叫做 seven 七七号，二氧化硫溶于水变什么？不会，请说。这我没有教过吗？没有。亚硫酸，二氧化硫亚硫酸，然后会形成酸雨。我们在未来不管是理化还地理课都会再讲一次亚硫酸，然后会造成酸雨。然后刚才讲过我们的那个温泉区，它有个味的是个硫化氢。硫化氢没有颜色，比空气重，有特殊的臭味。然后呢，它会去跟银作用，产生硫化银，所以变成黑黑的。所以叫你不要带银的饰品，纯银的饰品去温泉区那边，否则你去一趟回来，你的项链就变成本来是金光相向的，就变成黑光闪闪，那边黑黑的斑点就出来了。所以叫你不要带银饰品跑到温泉区去，因为它会产生。硫化银会跟硫化氢作用产生硫化银 ，OK。那磷，磷有红磷跟黄磷，红属于垢体，黄磷有毒，少黄少毒，黄色有毒，黄磷有毒。然后呢，火柴棒上面涂的是红磷，这个看一看就好了。现在基本上现在国中不教磷了，国中现在基本上没有在教磷，所以就看一看就可以了。啊，红磷跟黄磷 ，OK。再来就是硒，硒是地壳含量中第二位，地壳的元素含量前四位是氧、硒、铝、铁。我三年级的地壳会教，有的语文老师现在就教了，现在就教了。那我三年级地壳会教地壳元素含量前四位氧、硒、铝、铁，啊，大部分是用二氧化硒啊什么这些存在在矿物里面的，这个看一看就可以。那么硒有一个重要的用途，除了那个玻璃之外，就后面的重要半导体、矽晶圆，台积电、联电就做那个矽晶圆，做矽晶圆，啊，长矽晶圆，然后做半导体，这个重要的。硒是半导体的，但我们国中基本上没有教半导体，我们在理化会简单带过去，带一下就过去了，就没有了，所以知道一下就可以了。这是有关于非金属元素的部分，把一些该记的、该背的背好就对了 ，OK。